你不能顶，你再说不能顶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我要带厨雷公布管道，我不可能接带厨，没钱，有钱人才可以接带厨。这两个人的名字好油，兔田，这是兔田吗？脚卷兔田，兔田佩克拉，感真的是滑倒。好油哦，真的好油哦！啊，这个阵容选错要怎么赢？哎，你们讲话能不能不要那么油啊？拜托！有空帮忙支持一下那个天堂工商赚的芯片哦，没有在玩天堂可以看一下哦，里面有详细公布这台的 YT 经营情况啊，欢迎收看。什么叫做亏本生意 ？YT 有一个是不可怜的啦，老唐，见笑。洗吧，都冒了，还不给？先偷再说，放冷箭 ，take 啊！不是，放油起来。给 T A Y G O U U 的五块港币，赞！我发现靠腰，我发现福田现在比较好嫖分方式，就像刚刚那样，就是第一球直接转身一包，就是正常的上篮，就是唯一能骗到的。我围卡没卡到，福田抢到第二个板，我屁，滑倒咯 ，Pico， 我这个双油阵容。我知道为什么要玩福田取这名字了，干地板真的是抹油，他在祝福对方倒掉，干有料。他们这个取这名字是有心机的。哎呦，我是火锅木，不是超节目，只是火锅也可以叠超而已。欸，不要猜欸，弟弟。Pico！ 啊，开门开门！下去啦！达木还敢滑底角啊？猪头是不是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是怎样？有人飞蛾扑火啊？给超！哎呀，福田的防守有点惨，有点稍微左右横移啊，给他一点晃脚的压力，让他变成张星星。啊！完了！哎呀，哦，福田，福田 ，Go！ 快！板哦，鲁巴，注意啦！哎，怎么是他的板啊？跟福田抢几颗板、啊？不要不要！这边稍微给那个流川枫压力吧，我给他压力了。哎呀，可惜，下一球开始他不能顶的时候，压力就来了。好，看来是要我念咒，怎样？
惨了，这失误有点大。这球他能顶啊！我还是克制不了自己的小手手，嘿嘿嘿嘿嘿嘿。我要念咒语了，哎呀，樱木怎么都没板，都是福田在哪嘞？哇，樱木是不是等于没了 ？Pickle，Pickle， 完了，天哪，没意思啊！又空了一个地超。要留大绝，哎，没进，靠腰怎么都没板啊？哎，不要这么夸张的一幕活动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干！这一柱反应也太慢了吧，是不是？哇，宇宙反应慢，刚好冒到我那上来。他这球可以偷，我觉得他会偷。不对，内藤要开大了，冒内藤。转身调皮，转跟尔南一样。要开大，要开大了，冒了吧，没意思，冒不到，我叫你爸。不要剪细节啊！你干嘛剪？完了。你不能顶，你这个不能顶。